奥灶面是苏州地区的特色面食，对于汤头的制作特别讲究，一般分为红、白两种汤底。白汤是以鸡、鸭或猪骨等熬制，喝得到浓郁的原汁原味。而红汤则是另外加入酱油提味，看似口味很重，其实相当鲜美。刘锡安大师奥灶面的招牌黄鱼面是白汤汤底，去骨的黄鱼新鲜滑嫩，口感清爽。焖肉面则是红汤汤底，细细的面条软硬适中，配上烧得香烂的焖肉，吃起来意外的毫无油腻感。这家面馆还是电视节目介绍过的人气美食，一碗面里面究竟下了多少功夫，亲自吃过才知道。